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科大见闻。校党委书记田英华、校长刘德顺接见西苏格兰大学代表团，我校迎新工作全面展开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今天是9月3日星期五，今天是湖南科技大学迎新工作第一天。大家都说上大学的话就交流能力是很重要的，听说湖南科技大很有名气。阿姨，您把孩子放在这么远的地方您放心吗？放心，让他锻炼吧。我叫陈霞。我叫刘莎莎，来自四川。嗨，你们好。Hello。嗨，你们好，我叫张小林，东北的。哦，我叫李燕，燕子的燕，我是广东人。我是春霞，来尝尝我们湘西的橙子吧。对了，我们的专业到底怎么样啊？我上网查过了，咱们学院可强了，有国家级教学团队，还获得过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呢。湖南科技大学是一所占地3000多亩的大花园，它有3000多名辛勤的园丁，有3万多名快乐的伙伴，它充满了阳光、空气、水分、养料，只要你志存高远，锲而不舍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一定可以收获丰硕的果实。喂，哎，妈，挺好的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学校可大了，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。按我们校长的话来说啊，有铺路架桥的，有唱歌跳舞的，共有70多个专业呢。
你们搞了这么久，给你们都指出来了，只有九天的了。春霞，当你打开信封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望山区支教的路上了。我一直在用我的镜头默默地关注着你，加油，你一定能飞得更高更远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。大学四年经历了很多故事，有欢笑也有泪水，曾经的一幕幕仿佛电影在我脑海闪现。我知道栀子花开的季节，有一轮青春走出去，又会有一轮青春涌进来，重复我们的故事。谢谢你亲爱的同学们，谢谢你亲爱的老师，谢谢你小强学长，谢谢你，湖南科技大学。